小姐姐好，玉涛涛哥哥好。你好，欢迎你。大家好，我叫古金玲，今年十岁了，现在在上四年级。今天这身装扮有点小仙女的感觉哈，古风啊！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大能耐是什么？我的大能耐是古典舞。哇，古典舞！其实我们和古金玲呢也不陌生了，可能有很多朋友在网络上看过她的表演。接下来不妨我们就再来一起重温一下。好美啊，很美啊。但是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我想现场看小精灵来跳一段。可以呀，可以满足我们这个愿望吗？可以呀。太好了，我们赶紧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来来。只是红尘容留，笔墨难叙旧，这么短呢、啊、还不过瘾。正到美的时候突然停了，戛然而止。我就觉得好像是从古画上的那个没错小人哎走到我们现实生活中来了。我看到他我就有一个想法呀，盼着我的女儿赶快长大。哎，希望她也能够哎有这么曼妙的身姿。说到这个古典舞，怎么喜欢上的呢？当初呢，我3岁多的时候是先学的芭蕾，因为当时我觉得裙子好看。然后呢，大概我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又看到一个跳古典舞的姐姐，然后我觉得她的衣服比芭蕾的腰更好看，然后就开始学古典舞了。啊，最早也是从这个舞者的服饰上开始感兴趣，然后喜欢上这个舞种的，是吗？对。喜欢归喜欢，真正你自己跳了，跳出那个韵味来，那得还看我们的真本事。没错，是吧？不容易啊，需要有这个很强的这个基本功啊。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展示展示？比如说古典舞刚刚那小视频里，他现场你有一个那个动作，那叫什么？那术语叫汉唐的那个抬腿。对对对对对，咱们就来一个简单的动作，好不好？来，哎呀，简单的一个抬腿就这么的美啊！还有一个要比这个难一点，那个是控腿。把腿控上去，有要求有速度的，不能一下子，得慢慢的控制的。是也可以是有速度的，只是要看舞者本身的力量还有控制力，我还需要多加努力，没到那个阶段。哎，就是你说到点上了，就是说这个舞者技术难度系数那是一方面，对，另外一方面对舞者来说还有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你得跳出那种韵味来。对，没错，我是外行啊，我就会看他那个范儿足不足。你像这个我们小古同学一上来，哎，这个满身都散发着这个古典的韵味，这个韵味我们怎么找呢？我们呢有声韵训练组合，就比如说钢舞声韵组训练组合，我就会把自己想象成人物，比如说杨门女将呀、穆桂英、花木兰之类的，我可以给你们展示一下。哎呦，我觉得这个飒爽英姿啊，英气逼人的感觉，这是钢舞声韵。是我们还有柔美声韵组合，这时候呢我就会想到《诗经》里的句子，比如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哎呦，好，我们再来感受一下柔美。
哎呀，的确是太美了，跟刚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风格气质迥然不同。没错，一个是刚武，一个是柔美。哎，还有第三种的身韵组合，对不对？有啊，还有一个就是灵巧身韵组合。这时候呢，我就会想到戏曲中的红娘，比如小花旦那种感觉， 是吧？身韵组合哈，我们一下子好像看到了三种不同美感的女孩子跃然眼前，而且这个演绎的都特别特别的到位啊！谢谢。哎，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老师啊，其实他们对这个古典舞也是很感兴趣的，是吧，高翰？我觉得太美了，就是刚刚展现了三种英气的、娇俏的，还有这种柔美的，嗯，我还真挺想学一学的。哎，但是应该不能速成吧？我觉得这个得很要功底的。这个很需要老师的功底。你觉得可以短时间内让他掌握一些这个技巧吗？倒是有办法。哦，不过高翰姐姐，你先上来呗，上来我就告诉你。我来先拜个师，稍微教我一点点。来，有请。来，上道具。哎呦，哟，还有道具的。道具啊，这就是你说的。跳古典舞需要的道具哈、啊，跳古典舞的人都说嘛，跳古典舞呢需要一样神器，就是道具。有了这些呢，你就能更快地感觉到古典舞的那种身韵呀，还有气氛呀。比如说剑吧，这就是很英姿飒爽的那种。哦，来，我教姐姐一个动作。好，先沉，绕一个圈，再绕一个圈，然后啪，连起来，就是这样的。哇，哎，哎呦，姐姐要不要试一下？我试试啊。沉，这样是沉，然后绕一个花，别砍着自己，然后后面再绕一个，后边再绕一个。哎呦，后边怎么有点绕不过来了呢？然后一啪，亮相。哎哎，好。好像也只有最后的这一下稍微有点感觉，前面的绕好难呀。还是需要一定的功力啊，不过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啊。但是我觉得姐姐的挺好的。谢谢。我是觉得呢，琵琶也是跳古典舞的神器，因为在比如说敦煌舞呀，就是比如说敦煌飞天舞啊，琵琶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道具。姐姐要不要试一下？我想先看你做个示范。好。这就是著名的反弹琵琶是吗？是。哎呦，太厉害了，这对身体的柔韧度啊，高翰是有一定的考验，有大挑战了。试一下，把琵琶先举到脑袋后面，然后那脚慢慢的抬起来，差不多。我是不是特别僵硬啊？跳还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为什么感觉精灵跳出来特别美，然后我跳出来好像就有点搞笑？没有没有，精灵第一次跳琵琶也是这样的啊，确实是不太能速成，但是觉得过了过瘾。对呀、啊，我觉得呢，这堆道具里头呀，都挺难的，但是我觉得呢，这个鼓还是相对要难的，因为你看哈，它距离地面呀是有一点高度的，然后呢还要踏出来节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那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好呀。我觉得刚才这么多道具，就这个道具是最适合高翰姐姐的啊。我怕这个鼓踩坏了，到时候要扣我的工资。就学到这里了，真棒！赶紧跑。记住啊，我们那个剑法还有那个琵琶的造型，好吧？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古典舞，谢谢我的小老师，加油！加油！谢谢高翰，谢谢，谢谢。那刚才说了，小谷同学呢，到现在为止已经学了6年多的这个古典舞了，会一直跳下去吗？
我会，因为我觉得呢，我真正喜欢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就应该一直去做下去。我觉得呢，我能从中体会到快乐，我很高兴，我很开心。我觉得呢，只要做一件你自己真正喜欢并且热爱的事情，你就一定能从中获取开心，或者对古典舞做出一些贡献，同时也保持每天都开心。太好了，不光你自己开心，我们大家看都特别开心，而且有一个人是最开心的，就是你的爸爸。也希望我们金玲同学一直跳下去，一直跳下去，好不好？嗯，哎，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下面这个特别重要的表演环节了，那就是小不点点大能耐。今天古金铃呢，让我们享受到中国古典舞之美，把美能够传播给别人的人是最美的。就像你的名字一样，有灵气。我想再加上你这样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未来你会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舞蹈家。希望你成为一个传播美的使者，也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好吗？好好，接下来就有请巩金铃同学和我们大家一起见证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时刻，那就是小小鲁班非常亲近。金铃，你已经长大了，你的古典舞是不是跳得越来越棒？有人说跳舞很苦，我觉得当你真正热爱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体会到的都是快乐。选择一件你热爱的事情去拥抱它吧。以上是我的非常星际语，送给长大的自己。谢谢我们美的小使者古金铃。